把这马头唱碎了。咱开车不能就是在屏幕上听，大玩意怎么整？估计有破绽的偷电脑，他也不让出来那么偷。哪天咱做吧？那里边应该有人，应该餐厅免费，那电脑这车船上的都是免费。哪次有机会能整一把的话，咱票啊？等他们待七天呢。还考四零个吧？那呗。我问我们俩，还是全钱都在这。我们女人有压那都是钱，这是不是掉头子的？我感觉这边不是，那边肯定是船是前面是这么倾斜，水上了往上。小布啊，我们走了，走啊，零七了啊，行，走吧，五分钟。